Clara， 然后 我是来自古晋的。 那我从事New Skin之前呢，本身是一个 dietitian， 然后之前是在 KL 的 pharmacy 做 product trainer 啦。那首先呢，我要感谢我的 Angel Eva Liu， 然后他让我认识到New Skin 跟 ST， 然后还要感谢我的其他的上线 Ethan、 Emily、 Chichai、 Amber、 Justin、 Sydney、 Maylin， 还有 Joseph 等等。 我的上手老师，然后他们都在这段时间都给了我很多的鼓励以及支持，然后甚至有一些都是特地真的是飞过去Sarawak 那边去跟我一起去拼出来的，所以我的这个红包其实是有这些老师们跟着我一起去实施一定完成的啦。然后在这之前，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害羞的人，然后我也不敢跟人家讲话，我的所有。 从以前到大学毕业之后，认识的所有的朋友都是别人主动跟我讲话的那一种，所以其实在这里都是学到很多的，都是 breakthrough， 然后怎样子去突破自己，然后去遇见更好的自己，然后呢，我也是很感谢，因为有协美这个平台，让我开始学习如何感恩，然后也成为更好的女儿、更好的朋友，然后也是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然后在这里的话，我也是很开心，享受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价值去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在这个平台，我们都是一直在做善事，而不是只是在卖产品，就是 values 给别人的人生。然后我的下一个目标也是想要 create star， 然后一起去 Moscow。